这位朋友，你是否还在为单身多年而苦恼？是否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掉发？那正好，我可以解决你的一切问题，因为我就是爱神丘比特。好吧，这是今天是我实习的第一天，我的任务就是撮合这两个大团子。就像这样，我们画一条长线连过去。哎，这咋跟我想的不一样呢？小粉，能不能配合一下工作？看我给你挤过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掌握好力度。那我再试一次。在小蓝这边画一个大大的圆圈，用压力把小蓝推过去。妈呀，这咋还用力过猛了呢？在上面补救一下。哎，歪了，直接给隔开了。这回怎么补救好像都没戏了。我宣布，你俩呀有缘无分呢。下一段怎么还是你俩呀？不过这次我可有经验了哈，这次我直接把你们俩给圈起来。这回好了，两个团子终于在一起了，你们可以回去考虑一下结婚和喜酒了。让我看看接下来是谁来接受爱神的洗礼呀。瓜皮跟麻花，你们俩的发型很时尚啊，我决定赐你们爱神之剑。那个失误，再来。为啥这条线不能画地上啊？妈呀，这回画的线直接把小粉关起来了。不行，重新画，还是想用之前的方法直接挤过去就好了嘛。小的力度不够，那再来个大的。哎呦，机会成了！我已经成功凑了两次团子了，我感觉我可以毕业了哦。接下来有没有谁想来让我练练手呀？快报名哟！